没事啊，阿哲呢？赶快进屋。阿泽今嘛全部过分啊，那边好起来啊，就敢希望看有奇迹。才17岁啊，娘嘞！啊，你迄个时阵那才戆啦，那不要走啦。我是要来跟你妈妈讲哦，我让你参加器官捐赠，以爱人间哦。宣泄一下，OK。开始。哲，你都叫你妈妈来搞鬼了。哥，你搞起来！你不是这厉害的，你搞起来啦！啊，妈妈就是可能比较喜欢男生而已呀、啊。妈不是不爱你啊，对不？啊，叔叔妈不是跟你讲过，啊，就算讲妈妈有偏心，啊，偏心就偏心吗？总是家己的哥哥嘛，对不？啊，无去用脾气啊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哥哥即马人都倒伫遐，你就莫甲哥哥计较，吼、哦，咱莫甲伊计较。哦，哥哥已经安尼啊，代志嘛已经发生啊，咱就要去面对啊，是不是？即马上要紧的就是，你要甲你家己顾好，嘛爱甲妈妈顾好，好、哦。哦，玉昌哦，嘿，安娜，你要告你老爸？无啦，是安怎啦呢？哈？我，这是我去苗栗护生事务所查的资料。这是爸爸甲我买回大的厝，偷偷过户给他女朋友的证据。不怪，我讲我需要周转，伊就一直提示，一直甲我拖时间，我来偷偷在办这个过户。好啊，先莫讲这，妈妈问你一下，你欠我多少钱？这间厝是不是有需要卖掉？咱换较细间嘞，免阁去吃头路。妈妈等下甲你顾囡仔。免啦，不然我也怕算家家卖掉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老客户，是一个屋里上我的贵人啦。当初嘛是因为伊，生意才做会起来。是伊头一个站出来甲我支持，啊，其他的客户怕伊对我有信心，嘛愿意搁试看卖。我看啊，应该会当度过这回难关啊。真是嘞。嗯，真是啊。今仔日上有资格生气的人，就是我，你知无？也毋过我放下。因为你向我认错啊，你让妈妈知影，我还阁是你心肝内上爱的妈妈。
干那要爱这，我干那要爱知影这就好啊。妈，你哪会安尼讲？你一直拢是阮上心爱的妈妈。啊，你若拢无讲啊，我哪会知？恁就记着妈妈去摇啊，记着妈妈去怀疑啊，记着妈妈去艰苦啊，对不？妈，甲厝卖卖咧，钱摕倒转来，代志解决就好啊，吼，一定有办法解决的，都是袂用较苦。玉昌，妈妈不爱你排不好的罪名，知无？不用的，这我爱想看卖。还阁有啥物通想的啦？煞煞去啦，哦！一个人所做的代志是因，以后的后果爱家己去承担，爱家己负责。万不伊以后，伊若受到心理的折磨，咱嘛无法度甲伊斗相共，但是，也毋过咧，你即摆会当选择莫顾伊，囝顾老爸，以后伫社会，或者是亲戚朋友提起，咱也是去用笑呢，知无？手甲放开，咱赶紧想办法来解决咱家己的困难较要紧，吼。安尼转来到台湾啊，所以讲啊，甲真侪师姑师伯、甲医护人员来学功夫啊，学会晓如何伫病内面做志工，如何行入社区来甲这个照顾户来做交流吼。当然伫付出的过程当中啊，这学生囡仔更加健康地吼，能发愿未来知福惜福再造福。另外一个生命的老师沈文珍，13年前因为车祸瘫痪，赶快以开朗的笑容来面对人生，并鼓励祖先爱就感动，做行动，帮助。玉昌，来接了。做阿妈，玉昌来来，你有妈妈拜托先，你去给我买一张4点到5点的车票去花莲的。今日哦，喂啊，啊你是安怎要这么紧啊？今日就要转去？哎呦，无啦。迄拄仔电视咧报道啊，我辅导迄个个案啊，迄个本来我爱去甲辅导，变倒去有辅导去迄个个案张淑珍啊。哦。嘿，妈妈伫个吼上想袂开的事，就是伊较感动的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啊，可能有人会问讲，啊，淑珠啊，啊，你家己婚姻都破裂啊嘞吼，啊，无我都挽回啊，是安怎要阁甲阮讲婚姻的问题？诶，我要讲。因为安尼，我阁较有资格讲。我20岁不到就嫁做人妇啦。是未到结婚无到2个月，阮先生就伫咧外口安尼花天酒地，查某拢无当。迄个时阵啊，我的心肝内实在足不甘愿的啦。恁也阁有未来，咱婚姻啊，就爱好好啊去经营。爱想方设法，将恶缘化作善缘，互相感恩。